好，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要来回顾一下。原先呢，我本来想教一些有关于 Google PageRank 的东西，因为各位知道点 Google，比如说你打一个 keyword 下去，很容易找到很相关的网页。那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它是用一套方法叫 PageRank，那也是算一个很大的矩阵，去算里面的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但是那个矩阵实在大得不得了。每一个网页就是矩阵里面的一个元素。那你看全世界有多少网页？上亿个吧。那一个变成一个亿乘亿的矩阵，那你要算 eigenvalue、eigenvector 都非常困难。那但是它有其中一套做法。但是我想想，我一直教新东西，各位可能旧的全部忘光光了哦。那特别是去年发生一个情况哦，就是我全部讲完了，然后考试的时候考出来，就是大家成绩都蛮差的。上次去年数学记不记得平均几分？期末考有及格吗？有及格哦，那大概是60几分吧。那就是因为我们教的东西可能是有点杂哦，东讲一个西讲一个，所以这大概这3天呢，我一直花时间呢把这些考题把它收集起来哦。所以各位现在连上网页呢，就可以看到有没有科学计算的范例考题在这里哦。那范例考题点选进去呢？就出来了哦。范例考题呢，我这几天总共收集了多少考题呢？哦，到43题而已哦。以下是往年的考题。那往年考题呢，因为我们今年没有全部都讲，所以呢就不在考试范围内啊。我只是留着，万一明年再开课时候有讲这些东西，又可以把它纳进来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些考题呢很快的扫一遍，那我看看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那扫完以后，各位大概就知道说我会考什么东西，大概就有一个概念了，不会说茫茫然不知道从哪里去抓，可能会考的东西。我把它再放大一点。后面同学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同学看得到吗？可以哦。好，第一题很简单，把 Taylor expansion 把它展开来。哦，这应该是高中考题吧？哦，是让你复习一下。哦，那你把它展开来之后，你就可以证明说，这个 exponential 这个一等于一加 n 分之一的 n 次方。抱歉，这里应该摆上去。哦，as n approach infinity，你把它展开来，那当无穷大的时候，你可以证明它等于这个东西。让各位做一点数学的练习。好，第二题，natural log 一加 r 为什么可以把它 approximated by r？当 r 接近零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接近 r。为什么？哦，也是一样，你可以把它展开来，或是，好像网上可以有讲过哦。然后你就直接微分 y prime 等于一加 r 分之一，就可以把它展开来变一。一减 r 加 r 平方减 r 三方，然后再把它积分回来，再把它积分回来，r 减二分之一 r 平方加三分之一 r 三方，这是一路下去。那于是后面这个东西 r 很小，后面就可以不看，就只剩一个 r，这也是一种做法。哦，所以这种做法就有很多种。其实考试的时候就看你写出来能够让助教看得懂，让他觉得合理，他就会给你分数。好，再过来，什么叫做 rule of 72？过来记得吗？有时候就叫 rule of 70 or rule of 69。好，这个就是在算复利嘛。哦，就是说你投资100块钱，你经有几年之后，你会回收变成200块钱，变2倍。哦，那它的结果是 rule of 72，就是
你经过的期数乘上你的利率会大约等于，应该是大概70左右。那有时候写 72 只是为了计算方便。然后第二个，请你证明一下为什么会 rule of 72或是 rule of 70会产生。这个你可以直接看我的投影片里面就有证明。如果投影片你觉得写的不够清楚，你也看看 Wikipedia 里面也有相关的说明。这边同学有问题麻烦请随时提出来。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同学还没有问问题，今天最后一次机会，有问题尽量提出来。好，再过来就是，其实题目都很简单，第四题我不用看了吧，叫你直接用手写，写出一个5×5的魔方阵。记不记得怎么做？从这扫上去啊，从最上面这样不记得了，网络上找一下都有。第六题是 rotation 跟 refraction， 空间上一点，你怎么让它旋转一个角度？比如说空间上一点，我绕着原点旋转60度，就把它旋过去。那空间上一点，你可以表示成极坐标嘛？那极坐标旋转就是乘上 exponential j theta， 就是旋转的意思。那你也可以想想近射要怎么做。所以这个。我就不进去里面看了，这其实都应该是高中就教过嘛，只是说你可以用极坐标来想，用极坐标来写会比较简单一点。譬如说我随便一点表示成譬如说13是一个坐标点，那你可以表示成极坐标呢，就变成1+3×i，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极坐标。那你把它旋转30度怎么做呢？就把1+3i 旋转 exponential j theta， 那30度就是 pi 六分之 pi， 这样就把它旋转30度了。这个应该是各位都了解吧，这些都是小东西，但是我怕有时候各位突然想不起来，所以呢稍微再提一下，你可以旋转，你可以近射，想办法找到近射角，把它一层一个东西就近射过去了。好，第七题，银行贷款月付额，这个也讲过了，就是说你跟银行贷款100万，你要分20年还，请问每个月要付多少钱？那你可以想象我每个月付固定的钱，然后一直折到20年后，会等于原先 当初那笔钱一路复利滚下去，滚20年后两边的钱数要一样，那就可以把每个月付的钱算出来。那事实上这个也有比较快的算法，你算久了你就知道说你大概除以应该除以200就可以大概就是那个数字。当然我现在这个公式我是希望你把方程式列出来，不必实际求解。换句话讲，比如说你跟银行借1000万，那利率3%，那每个月你除以200，每个月大概就是要付5万，这是一个比较快的算法。那第八题是 order identity， 这个上课也讲过，就是这是最有名的式子，你看这个 exponential 上面有虚数，竟然可以把它转成这个样子，那第一个请你证明一下，那证明就是用泰勒展开式，你左右把它展开来看看两边一不一样，那利用这个式子呢，你可以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最有名的公式等于什么？应该要背起来了吧？来，谁要回答？举手一下，同学。来，4倍的 cos 西塔减掉3倍的cos 三次方西塔，减掉3倍的。
三次方，口塞三次方，口塞西塔，对不对？cos 等于四 cos 减三 cos， 好，这种台语应该就很容易背哦。所以我希望你用这个式子再把这证明出来，哦，那就带进去搅一搅，答案就出来。好，然后第九题是 plot of a simple spiral， 我就在请你在三度空间中就写 MATLAB 的两行指令，画出一条螺旋线出来。哦，那螺旋线你可以绕着 x 轴绕，绕着 y 轴，绕着 z 轴。哦，你稍微想一下，答案就应该出来。哦，然后 histogram plot， 哦，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 RIND。怎么不会转？手比较快。嗯，还在叫。RANDN 和 RAND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来，你们同学要回答。今天有回答都有都算发问哦，来，来，那个一个是就是乱数产生，然后一个会用那个 normal distribution 产生，哎，做乱数的。对，那下面那个呢？下面的话就是说它就是会随就是平均的，就是说随便，它就是从零到一随便产生一个数值。哦，好好，这个是乱数，这个是零到一的 uniform distribution。那乱数的 mean 是多少？ mean 是多少？零吗？ variance 一，对，零和一，你怎么讲的这么没信心的样子？就是零和一嘛，零和一中间，不是零和一中间，就是 mean 等于零， variance 等于一的乱数。那这个呢，是产生零到一中间的 uniform distribution。那因为它是几率，就是它产生大量的资料以后，你可以把它 histogram 把它画出来，那画出来之后，你就得到一个 distribution。哦，所以我不用讲这个东西产生的 distribution， 应该是类似这个样子，这个东西哦，那这个东西产生的 distribution 就已经是零和一中间，然后接近是等于一，是这个样子。哦，但是假设呢，我考一个东西 x 等于 r a n d n。产生一万点好了，那我把它开三次方，再画 histogram 会长什么样子？如果是先看简单好，我把它平方，再画 histogram 会长什么样子？哦，平方你可以想象，原先是有正有负的嘛。一平方之后，因为原先接近零的地方很多，所以如果你把它平方之后，你的 histogram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只有一边嘛，因为负的都会变正的嘛。但是我若把它开三次方，会发生什么事情？来，同学。哎，好问题。来 ，histogram 是什么？谁能够解释？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万点，我可以分点，比如说这是零到零点，零到零点二，零点二到零点四，这边是零点六，这样一个区间一个区间一个区间，然后掉到这个区间它的个数有多少，就把它高度画出来，这叫 histogram 直方图。那你资料是呈现什么样的几率分布，画出来直方图也会呈现那样的分布。所以是让各位想一想，我把它平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把它三次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把它开三次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你想一下资料是怎么分布的，你要稍微去想一下。好，下一题是 plot of rose curves， 玫瑰线。
玫瑰线记不记得？来，我已经把它画出来了。哦，这是玫瑰线，玫瑰线也是高中学期坐标就应该讲过嘛，哦，还是国中，反正其实玫瑰线就是你一个西塔在零到二派中间一个一百点，一百零一点，还是一百点，它 default 是一百点，然后把它 cosine 画出来，我就得到一个玫瑰线。哦 ，cosine 二 西塔 画出来 ，cosine 三 西塔 画出来，那你发觉当这个是偶数的时候，它会出现两倍的花瓣个数。哦，比如这是二的时候，它会出现四个花瓣。哦，因为下面也有四个花瓣在下面。哦，所以这个应该是二 西塔，这个是二 西塔。那哪一个是 sin， 哪一个是 cosine？ 你要去想一下。哦，那这个当然是三 西塔，就出现三瓣的花瓣线。好，所以这就是花瓣线。哦，这个题目当然很简单，是叫你配对配看看。哦，就是说哪一个是，你看哪一个是 cosine 西塔，哪一个是 sin 西塔，那一旦 cosine 和 sin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哦，那 cosine 二西塔和 sin 二西塔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哦，那 cosine 三西塔和 sin 三西塔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哦，所以你就稍微想一下，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那么下一题呢，是叫你画出来。前一题是比较简单，就已经画出来给你的，你对看看哪一个是哪一个，连看看嘛。下一个叫你画出来，给你一个方程式，你把一个 rose curve 花瓣线把它画出来。好，再过来这个是，心脏线。好，心脏线我调出来看一下。心脏线长的是这个样子 ，r 等于一减 cos 西塔 ，r 等于一加 cos 西塔 ，r 等于一减 sin 一加 cos 一加 sin， 好，所以请你把它画出来，看它长的是什么样子，画出来就是一颗心的形状，好，你把它画一下就知道，好，这个我想高中应该也有教过，好，好，再过来第十四题 ，matrix dimension。就测试一下各位对 MATLAB 到底了解有多少哦，顺便看看你们程式码如果是自己写的，应该大概知道这些事情在做什么哦。但我现在既然把考题列出来了，你就回去要真的要试看看，你丢到 MATLAB 里面跑一跑就知道了哦。假设 A 是一个5×4×3的 array， 那请问下面这些 dimension 各是多少？哦 ，sum A along the first dimension， along the second dimension， along the third dimension。全部拉成一直行，再求 sum a 哦，这个很简单，这个全部拉成一直行的 sum a 当然是一个存量，这个就是一乘一哦。那这几个到底是多少？你要回去试看看哦。如果你不记得，你回去试看就知道哦。那你把三个全部加起来，或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拉成一直行。那这样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你要回去试看看，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东西哦。然后其他就都跟前面很接近。哦，你要试一下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哦。有一些是很简单，平常我也知道。我说我这个是什么，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我也知道，这个是什么我知道。但碰到这个东西，这个，哎，这个怪怪的，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那你要回去试一下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Holes in surfaces， 你画了一个图出来了，一个平面出来，你把它镂空，打一个洞出来，哦，这个很简单，各位投影片上面都有讲得很清楚，哦 ，a simple spiral in a 3D space， 哦，这个跟 spiral， 抱歉，我前面那个 spiral 是2D 的 ，2D 的就是在平面上，你这样画绕圈圈 ，2D， 你可以用极坐标来做图，你也可以用直角坐标来做图，那这个呢是 spiral，3D 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绕一个螺旋，看绕 x 轴再绕，绕 y 轴再绕，或者绕 z 轴再绕，你稍微要想一下那方程式是什么。
再过来 use scatter data for plotting 3D service， 哦，就是 data 如果散开来的，我们画的都是格子点，哦，有的 data 是散开来的，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画它的平面出来？要用什么 command 才能做内插？哦，这个各位看一下就知道。哦，那这里请你说明什么叫 true color， 什么叫 index color， 有没有印象？哦，你不管是一个 image 或是一个 service。有的是 true color， 你可以指定它的颜色。index color 就是上面每一片瓷砖或是每一个 pixel 颜色先指到一个 color map 里面去，然后 color map 再规范它是什么颜色。第18和19看起来很像哦，18应该是一个选择题吧？我看一下。好，请问你哪一个是 true color 产生，哪一个是 index color 产生？你要自己想一下，两边都是乱数的 color map， 哪一个是 index color， 哪一个是 true color？ 然后，哦，这个是请你说明啊，说明 MATLAB 怎么样决定一个 service 上面的颜色，那解释一下什么叫 true color， 什么叫 index color， 那。各有优缺点，各是什么？哦，这个作业，再过来这个作业，其实跟我们后来做的那个作业很像。哦，这个作业是说我可以把两个 service 打出来，有没有？那用不同的 color map， 这 color map 是 cool， 这 color map 是 hot。那你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那跟我们最后一次作业记不记得？也不是最后一次，就倒数后面那几次，也是要画两个 image， 那各有各的 color map， 那你怎么样同时显示出来？那请你说明一下它的原理哦。有些题目是请各位说明一下就可以，你就尽可能的说明，因为这边没办法叫各位写程式验证哦，所以你要说明它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好，这一题是讲到说，你怎么证明等高线和轨点是垂直的？哦，这件事情我在上课并没有证明，哦，在哪里考可以找得到？在 Wiki 上面可以找得到，各位上去找一下就可以找到这个证明。哦，这个我就不直接讲了，我要是全部都讲光了，考试大家都考90几分，我分数就很难打。哦，所以。各位要花一点时间在里面。哦，好，这一题呢 ，parameter for constructing a crown， 这个也是我上课有讲过。哦，好，我造出一个皇冠出来了，很漂亮的皇冠。哦，那请问你我用的参数是多少？这答案是几乎要出来了，这程式码是这个样子，请问其实答案出来了，答案是4。但我题目会改一下，因为四的话画出来刚好有八个圈圈在上面，哦，其实我这个四要盖掉的，是我不小心没有盖掉，哦，所以留在这里。不过各位反正我到时候题目还会再换，哦，那你就稍微要算一下它到底 sin， 如果这边是 cos 或者是 sin， 那它各会跳几次，然后会产生一个皇冠出来。Interpolation of index color， 这些题目哦，就是说，你看我的程式码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也是课本上的范例哦，我要画出一个方形出来，然后得到这样的图。那我这边设定的颜色呢，分别是0, 0.3, 0.6, 0.9。那对应到一个 color map 在这里，你看0颜色是这里，0.3在这里哦，颜色在这里，0.6在那边，在这里，0.9在这里，颜色在这里。好，那它里面所有的颜色都是用内插产生的。那记不记得我们上课有讲过，就是一维的内插很简单，就是线性的内插。二维内插怎么做？那就是做两次线性的内插。所以我这时候就问你说，
譬如说 x 等于三分之二的地方 ，y 等于二分之一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请问你它的颜色值应该是多少？哦，所以你就内插做一遍，就可以把这一点的值把它算出来。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24题 ，x o exclusive over identity，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任一个 x 和 y 做 exclusive over， 然后再做一遍，会回到 x。好，请写一个真值表去证明这个式子永远成立。好，所以这上课也是讲过。好。25题 ，definition of eigenvalues and eigenvectors， 这个很简单，就是它的定义是什么？哦，你如果真的忘了，回去翻一下线性代数的课本，这是最基本的。26题 ，about k-means clustering， 哦，这边有些题目是比较复杂一点，像这个 k-means clustering， 请你说明 k-means clustering 它的目标是什么？哦，这有点像是申论题啊，因为没办法叫各位写程式嘛，所以你要把你的概念要能够讲出来，要能够表达出来。好，那第二个呢，你要定义一下 k-means clustering 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什么，它要 minimize 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所以你要能够用数学式子把它写出来，然后你要定义你的数学式子里面的所有符号都要定义清楚。哦，各位要一定要记得哦，知道是一回事，但能够把它表达出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哦，我碰到太多我们资讯系的同学都是 CPU 很好，哦，跟他讲什么你 CPU 里面转很快，但 IO 不好，讲不出来，吐不出来。他知道他懂，但他讲不出来，他讲或者是讲出来说别人听不懂。哦，所以各位很重要的训练其实就是 CPU 也要快，你的 IO 也要快，哦，不然的话你全部被 IO 卡住了，人家就以为你的 CPU 是很慢的，其实 CPU 是很快，但是 IO 出不来。好，所以你要把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呢，把它定义出来。那我们在做 k-mean 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两步式子吗？一步先分群，第二步算中心，然后再分群算中心，两步反复做下去，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保证不会上升，了不起是一样大，不然就往下掉。那请你说明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个样子？哦，这个我们上课都有讲过。哦，所以各位。可以，你可以看你要怎么说明。如果你能用数学来表达很清楚，那当然是最好。那你如果没办法用数学，那起码你要能够说明很清楚，让助教看得懂你在讲什么。好，哦，其实助教也不见得看得懂，让助教觉得你懂了，这样就可以了。哦，但这是各位的责任，要让助教觉得你写出来的东西就表示你懂了。好，接着下一题应该也是下面这一题，就是这个一些恒等式在 k-means clustering 会用到的。第一个就是说我求，哦，这个就是我在投影片里面一模一样的东西。哦，假设 x1 x s2 到 sn 是已知的数值，那我要照这里面呢找出一个 x 出来，找出一个值 x 出来，使得这些 s1 s2 到 sn 减掉 x 的平方和为最小。那这个 x 呢就会等于这些 si 的平均值。哦，这是平方和。但是如果我要找让它的绝对值为最小的话，那就是这些 s 的 median 中位数。哦，那你要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哦，上面这一题会比较简单。哦，我们上次已经叫同学上来做过一遍，那个同学在不在？我也不记得是谁了。哦，然后另外是 median 是稍微要想一下。哦，有些事情就是让各位一定要事先想一下。哦，这一题必考。哦，给你保证一定会出来。哦，所以你要回去找一下到底要怎么做。哦，28题
28题上面问你说，假设你有一个 image 480×640，那你要用256种颜色把它，原先假设是 true color， 你要用 index color 来表示，把它转成只有256种颜色。好，那我请问你，它的 compression ratio 是多少？哦，原先用 true color， 每个 pixel 就有一个 RGB 三种颜色在里面，但转成 true color 以后，每一个 pixel 只要用一个 byte 来表示它的颜色，那整个 data 量就减少了嘛。好，那请问你这个它的 compression ratio 是多少？那你要 explain 解释一下，你是怎么样算出这个答案的？好，是解答在哪里？解答就在下一题，解答就在这里。答案是将近3左右。其实因为我题目东出一个西出一个，有时候忘了就是另外一题有前一题的解答，所以有时候是交错在一起。当然这两题我是不会出这一题的，因为答案都在这里。但是上面一题你要知道怎么算，因为我数据会改一下，那你就可以算出来它的压缩比率有多高。这也是我们作业里面的东西。再过来是 KNN 其实这也是一个申论题。Please describe the concept of K nearest neighbor for classification。KNN 要怎么做？那它的概念大概是怎么样？所以这题应该是蛮简单的。然后再过来是 PCA。PCA 就开始有点数学在里面，有点复杂。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都有很完整的导过一遍。PCA， 好，PCA 的目标是什么？它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它的任务是什么？那你把 PCA 的 objective function 把它写出来。我会记得 PCA 就是投影到某一个维度上面之后，它的平方和为最小，这是它的目的。所以你把它 objective function 写出来，然后请你导出来第一个 principal component of PCA， 就第一个向量。投影到这个向量以后，它的平方和为最大。那第二个，请你导出来第二个最大的，投影到第二向量。第一向量已经投影完毕了嘛？那第二个向量你要怎么样导出来？那它投影到第二个向量是它平方和最大的方向。那这是完全跟我们上课讲的一模一样。如果你投影片上面可能没有吧，但是如果各位有抄笔记的话，应该会有人抄笔记的。不过如果没有抄的同学问一下应该就有。那这里呢，因为我们一讲到 PCA 呢就用到很多 matrix 的 formula。 那上次有位同学，电机系的同学不在这里，他上次问我说，因为他有举手问说，为什么我们要矩阵来表示？因为矩阵比较简单啊，因为你就是用一个矩阵来表示，就比你写个，比如说矩阵如果100×100，那你是不是要对每个 element 都要把它写出来？那是太麻烦了，所以用矩阵来表示的方式会比较简单一点。所以这边呢，我列出来连结 useful matrix formula， 这个也是我们上课讲过的。那这个也是会考的东西。停一下，这是一个投影片。这边列出了很多 formula， 就是我们在导数学过程中会用到的恒等式。哇，太慢了。反正我就先不去开它了。各位可以都可以连得到，可以直接把它打开来。开了，有没有这些简单的恒等式 gradient？ 什么叫做 quadratic form？ 那它可以表示成什么样子？那 gradient 一个 quadratic form， 它的 gradient 可以表示成什么样子？那一些常用的 formula， 我们必须有这些基本的 formula，
才有办法去导 PCA， 才有办法去导 least square。哦，因为这些 formula 就让我们要处理的时候就会简单很多。那这些 formula 跟存量的 equivalent 事实上都很接近，只是你要注意一下 matrix dimension， 有时候要加一个 transpose 让它乘出来符合你要的东西。好 ，about PCA computation， 我这一题应该上课也讲过，就是说，如果 A 是一个1万乘以400的 matrix， 那你怎么算400个 largest eigen values of A 乘 A prime？ 哦，但你不要去直接去算这个东西哦 ，A 乘 A prime 你会算出一个1万乘1万的矩阵。哦，所以我们上课有讲说，你要算它 eigen value， 要把它稍微转一下才能算得出来。看查一下我的投影片，里面就有提到这一点。哦，好，我们有一个作业 PCA for face recognition。哦，那个东西就是这一题也是申论题。哦，就是说你怎么样拿 PCA 来做 face recognition？ 那特别是你必须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eigen face。那 eigen face 你怎么用在 PCA 里面，然后最后来算这个进来这个脸到底是哪一个人脸，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人脸？好，那这个因为我们作业并没有做这一块，我们作业只是跟你讲说算一下，说画几个图出来而已。好，说这个人脸算辨识错了，那最像是哪几个人脸？好，那这边呢，你就是要把我的投影片稍微整个看一遍，然后知道整个流程，然后。这种题目出来，其实你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是写几个步骤，也是一样。你要 convince， 你要让助教看了以后确认说，哎，这个同学懂了，这样就可以了。好。33题这个是我们上课的作业哦，就是说你要算一点到好几个平面它的。距离的平方和怎么样让它为最小？哦，那你可以用least square estimate， 就是左除的方式把这题解出来。但我这里当然是不需要你直接去写程式嘛，因为在这里没办法写程式嘛。但你要说明一下，我们要解 a x 等于 b， 要解这个问题，当然是最简单的做法呢，就是直接写成 x 就等于左除，把它移过来。B 数学，这样答案就出来。但是首先 A、B 要出来啊，你的 A 是多少，你的 B 要多少？所以在这里你只要说明一下，你的大 A 是多少，你的小 B 又是多少，那用左除就可以把它做出来。所以这是你要负责说明的部分。34题 circle fitting， 这个是我们作业，各位还记得吧？好，好几点你要画一个圆，把它 fit 起来。那我只要你做 A 小题 ，A 小题就是你把它展开来说明它可以这些参数呢。这个 model 可以变成线性的，那线性参数求过来后，你怎么倒回来求它的中心点 A 和 B， 和求它的半径 R， 把这件事情说明清楚就可以了。大家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同学好像都没什么问题。我们今天整个扫完一遍后，然后记得我们今天要点名，哦，点完名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有人没来，你现在不要丢简讯给他，哦。然后35题跟我们的作业一模一样，只是说你怎么样同时 display 两个 index image。各位记得吧，就把 color map 把它串起来，把第二个 image 值加上第一个 color map 的有几个颜色，把它加上去，就让它对到应该对的颜色就解决了。哦，36题哦，这一题也是比较复杂的哦，就是说你要算 least square estimate， 你要解这个东西。哦，那我们如果用矩阵来解，就可以把它的误差把它写成。比如说我的 error 就等于 ax 减 b 的
transpose 乘 ax 减 b， 记不记得？然后对它微分，把它展开，把 t 摆下来，然后展开，然后做微分，最后就会得到我的 x 就等于 a transpose 乘上 a 的 inverse 乘上 a 的 transpose 乘 b。哦，这是我们最后得到的答案。哎，请你推导一遍。哦，并没有这么复杂，但是各位考试前一定要做一遍。来，同学。推导这个答案出来。如果我写上面那一条是没有。不够啊，真的不够。不，这边我可能你只看到这里，我把题目调出来给你看，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有没有 use matrix notation？ 一定要用 matrix 来做哦。To prove that the least square estimate to ax 等于 b is equal to， 推导到这个样子要出来。所以就是要微分令它等于零，那一步步做过去，最后这个答案就出来。这个上课我们也做过一遍，所以不是太难。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譬如说对一个 quadratic form， 你怎么做微分啊？一路把它导过去。譬如说这个 transpose 要摆下来之后。前后要对调，这个都是线性代数里面基本的东西。好，在我们在证明过程中，我们有些东西要假设是有的吗？比如说像quadratic form微分之后是那些东西要证明还是假设？不用证明，不用证明，你就一路做下来，让我看到一步一步到最后答案出来。反正就跟我上课写的很类似就可以了啦。对啦，什么事情都要从头证，那就证不完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只要让助教看到，助教说：“哎，这学生应该就是这样，就懂。”可以抽一遍出现过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但你不要投影片这么写一堆，你把东西都省略掉，直接跳最后一个答案，那就不行。好，就一步一步。其实我一直在想说，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让各位学习嘛。怎么样能让各位学到最多？其实这就是我的目标嘛，所以我才会把这答案不是答案，把这题目尽量公布出来。跟你讲，会考这个，这个一定要考。哎，我们这个也一定要考，好不好？这一题一定要考，所以两题就是100%一定会出来哦。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做，你回去一定要练习一遍。就像我上课讲的，这个其实我们这门课。能讲到的数学其实不是太多，因为科学计算的目的并不是在讲数学，而是在讲如何解题。一个题目给你，你怎么样把它解出来？那解题当然就牵涉 programming 嘛，要程式设计嘛。但数学也是一部分，但它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你只知道数学，不知道怎么解题也是没有用，或者只知道怎么写程式，但是不知道数学那也是没有用。所以两方面都要知道一点。但是考试没办法考各位写程式。的功力，所以只能从一些数学下面来着手。好，下一题也是。下面这一题也是要请你说明哦，这教材里面有讲到哦，就同一篇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哦，就是说 hybrid method， 就是把一个 model， 它可能不是线性的，但是我可以把它拆成一部分是线性的，一部分不是线性的。那线性的用 least square estimate， 用左除把它找出来；非线性的用 f min search 或者其他各式各样的方法把它找出来。所以这叫做 hybrid method， 哦，中文叫混乘法，把它混在一起。好，那假设碰到这样的 model， y 等于 a exponential bx 加上 c 乘上 exponential dx。那当然在这里 A B C D 都是未知的参数，那 X Y 是所给定的资料点，那你要用混乘法来做的话要怎么进行把 A B C D 分开找出来。哦，这一题也是要各位要了解中间的做法才有办法去说明。好，这一题呢，变形法的数学模型哦，这里可考就多了。这个我们看一下投影片哦，
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只碰到一个原型，你 data 进去，你怎么把它 fit 出来？那但事实上有很多模型呢，都可以把它经由各式各样的 transformation 就把它变成线性的。那如果不能变成线性，起码有一些变成线性的，另外有一些没办法变成线性，那就用 fmin search 下去找。那变成线性的，你就可以用左除下去找。那这张图影片呢，直接看后面。一页、两页、三页，总共三页的方程式。其实并没有各位想象中那么困难。比如说你看这样的一个非线性模型， AB 是可变动的参数，那 X 是 input， Y 是 output， 你只要把它一翻过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你看 Y 分之一等于 A 分之一乘上 X 分之一加上 A 分之 B， 那你可以想象这是新的 X， 新的 Y， 这新的参数叫 alpha， 新的参数叫 beta，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线性的模型了，对不对？那你把 alpha 找出来后， AB 就跟着出来了。所以碰到很多模型，你看这个好复杂，这怎么做？但你这个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线性的模型。包含我们前面讲那个圆，你要 fitting 一个圆，那个圆也是可以把它转成线性，但是椭圆没办法。所以我们那一题圆的下面接着就是一题椭圆，椭圆你没办法直接把它转成线性模型，那就要采取混乘法才有办法做。所以这边就有很多方程式，你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你可以自己推导一下，动一动手才会比较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边总共1、2、3、4、5、6、7、8、9、10，十个方程式，你要去推导一下。有的会变成蛮复杂的，有的像这个下面这一题是蛮复杂，这个蛮复杂，但是你只要做过一遍，你就知道说怎么样把它转成线性的模型。有没有问题？怎么听到长吁短叹呢？为什么碰到数学大家都觉得 很头痛的样子？这边都是很简单的数学，这起码这都是，搞不好这国中数学就解决了，就转来转去而已，也没有积分，也没有微分，也没有求 eigenvalue、eigenvector， 通通没有。同学，不，也是一样，你就是，你只要能够转成这个样子，跟我讲说，哦，你看这个新的 input x， 新的 output natural log y， 新的参数 alpha、beta、gamma 在这里，这样就可以了。对，转成这样子，你我看就知道这是线性的，不见得一定要你再利用后面把它反解回来，后面可能就不需要。除非我题目跟你讲说，请你要把式子全部列清楚，我题目会讲清楚。拆解成多项式哦，在这一题刚好是多项式 ，1xx 平方。但在这一题啊，你看这也是多项式，但是有些不是，在上面有的不是多项式，像这个就不是多项式，有没有出现一个 natural log x？ 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拆解成多项，只是把它拆解成是一个，这是 input， 这是 output， 那这个是呈现线性的，这个未知数乘上 input 加上这个是也是未知数乘上一个常数项一。这样就可以了。线性跟非线性要怎么看？好问题。线性跟非线性要怎么看？我举个例子来讲。那我们讲线性的意思，刚同学问的在哪里？线性的意思就是说你，我们讲今天 operator， 假设一个 linear operator， 这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 那
它变成 ax 加 by， 就可以把它放进来，把 a 乘出来放进去，把 b 乘出来，所以变成 a 乘上 natural log， 不是 natural log， x 的 linear transformation 加上 b 乘上，这是线性的定义。这各位有以前有学过吗？对啊，就是放进去你的输入变几倍，你的输出也会跟着变几倍，是这个意思。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没有用到这么复杂的东西，就是看说你能不能够把它展开成 ax 等于 b 这个形式来解。你只要能展开成这个形式，那就是线性就可以解。哦，所以在这里，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好了。你原先 y 等于这个有链条在上面，转不上去。我们看第一个范例，不，我们直接看我们那个我们作业的范例好了。我们作业不是你要解的是 x 减 a。这是一个圆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展开来成说，你给我很多点 x y， 给我很多，那我找出最好的 a， 最好的 b， 跟最好的 r， 那你把它展开来变成，展开来变成这个样子。那你可以继续往下做哦。变成，把这个东西移过去哦，这个2 a x 2 b y 移过去，变成2 a x 加2 b y 加上 r 平方减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 x 平方加 y 平方，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把，你可以把它写成2 x 2 y。一乘上这边的 a 乘上 b 乘上 r 平方减 a 平方减 b 平方，要等于 x 平方加 y 平方，对不对？那接着你 给我很多 x y 的点，我就可以把它一直摆上去啊，对不对？给我一点我就摆一个字，给我两点，给我三点我就三三列，给我一百点我这边就有一百列在上面，那这有一百个元素、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整个就变成 ax 等于 b、哦、那这个 a 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个 x 实际上就是这里面的东西，那这个 b 就是右边的东西，所以你左右都知道了，只有中间不知道，你用左除法就可以把它找出来、哦、这是各位上课的那个上次的作业嘛，助教有没有讲，有没有说明？应该有给提示吧？对，那你看到这一题 ，y 等于 ax 等于两边取 natural log，natural log y 那也是一样。你看这边是 natural log y， 所以你可以看成。一乘以这边是乘上 b， 这边是乘上 natural log a， 要等于 natural log y。那你给我很多组资料，我资料就一个摆上去，这边是一个把它摆上去，然后一反除就把中间这个解出来。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就是你就把它瞧来瞧去，最后瞧成。类似这样线性的格式，就是对于这种 input， 你都是线性，都是乘在上面。这个 input 新的 input 你是把它乘在上面，新的 input 你是乘在上面，那加上这个当然是一乘上这个参数，一乘上 natural log a， 那你就可以把它转成我们那边的格式，把它解出来。椭圆啊，椭圆为什么不是线性的？椭圆，
椭圆是 x 减 a， 假设除以 m 好了。那你就把它展开来，然后你去瞧来瞧去，你发觉没办法转成那样的形式啊。你变成你可以再想办法试看瞧看看哦，不，说不定我是错的，你是对的哦。假设你是对的，寄个 email 给我们，就来考这一题。看看它是不是线性的，可能你是对的，因为 我直觉上这个好像转不出来，没办法转成这样的形式，但是可能你是对的、哦、所以这一题也是考前猜题的部分、哦、大家可以试试 看它可不可以转成线性。下一张投影片，但是它扫掉了，这个是比较简单，这是中心点的椭圆，一定放在中心点。它这边又多了两个 A 和 B， 它的中心点不是在原点，这一题是中心点在原点，所以这题是比较简单的。既然大家都一直问这一题，我们就来考这一题。好，所以这几题各位同学要回去，这个也是从里面一定会抽出几个小题来考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比较有数学的部分，让各位动手的部分。好，所以这边就结束了。好，只剩下几题应该就比较简单。39题 ,Audio Data Size, 好，请你算一下一片 CD, 譬如说里面有音乐嘛，假设一首音乐有三分钟，请问它转成 WAV 档的话，它要吃掉几个 MB？ 哦，那你算算，在一个 CD 里面，它 sample rate 多高？是 44.1K， 然后它是双声道，然后它是 16bit， 然后你就乘乘乘除除除，算一算就可以算出来，它到底占掉多少空间？好，应该就是一首 CD 里面的音乐，如果完全不压缩，大概要占掉32MB 左右。那这是要让各位去算一下。第40是 frame size overlap 和 frame rate， 我就是问你说，如果说我的 sample rate 是16K， 那 frame size 是512，那我请问你我的，然后 overlap 是112，那请问你我的 frame rate 有多高？就是每秒钟有几个 frame 会出来？那或者是颠倒过来，我跟你讲，我的 frame rate 要100，一秒钟我要算出大概有100个 frame， 那 frame size 是512，那请问你 overlap 有多大？哦，是一些简单的数学。那第41题是 intervals of maxima of ACF， 就是也是我上课讲的，就是你要 ACF 出来后，你要抓一个最高点，就是你 pitch 所在的地方。那但是呢，我们讲人的 pitch 呢是有一个范围存在。那假设我们人的 fundamental frequency 是在100和1000中间，我把你卡死，一定在这里。那请问你，我要算 ACF 的时候，它的范围要在哪里才是合理的范围？你必须从这个范围挑出一个 maxima 出来，算出来的 fundamental frequency 才会介于100和1000中间。哦，这个上课都有提过哦，所以各位不记得回去查一下上课资料哦。ACF 的 formula， 给你一个 frame， 哦，我叫 S 好了，是一个 frame。那请问你 ACF 的 formula 是什么？用数学把它写出来。哦，然后 frequency 到 semitone 要怎么转换？有一个公式哦，69加上12乘以 log 2， 以2为底 ，frequency 是以440，这是我们的公式哦。我这边还漏掉一些东西哦。这几天呢，我会继续往上补，我想到什么东西就一直往上补。